想要变美不一定要整形，巨星我们要告诉您的是，要变瓜子脸并没有那么难，可以利用 DIY 的方式，让您也雕塑出美丽的脸部线条。颈部32.5公分，下巴26.5公分，耳中28公分。这样的大饼脸让你觉得困扰吗？马上传授给你几招瘦脸大法。要做脸型雕塑的话，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前面要先做彻底清洁，去掉脸部的杂质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按摩。不过在下手之前，可要先记住几个禁忌，就是不要去拍动它，然后不要去拉扯，不要去揉。我现在选用的东西呢，是含芦荟成分的凝胶跟含芦荟成分的精华液。依照你的脸型的顺序，你就可以照着找，我们脖子这边就可以稍微多做几下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做我们的脸庞，如果你是说觉得你的腮帮子现在太大了，你就可以在腮帮子这边多做几下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觉得你有婴儿肥，那在这边就可以多做几下。那接下来就是眼睛，像眼睛可能有些人工作压力大，造成眼袋啦、鱼尾纹啦，会产生一些这些的效果。那这些效果呢，可以在你由内往外这样轻贴的一个动作下面，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下来。那这些返老纹、抬头纹的话，你只要在额头这样轻按几下，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缩跟紧实的效果。哎，紧实之后的脸部足足瘦了1公分多，只要记住这几个轻松的步骤，你也可以靠着 DIY 成为瓜子脸。三立新闻足秀婷、庄明君台北报道。